重建了一次，所以后人将这座理工塔视为一座明塔，这也是杭州境内唯一一座明朝古塔。但与此同时，它也是1600多年前天竺僧人会理的长眠之地。由于长期受地下水的侵蚀，所以飞来峰形成了很多奇幻的洞穴景观。当初这里曾经有72处洞穴，但在岁月的侵蚀之下，大多数洞穴已经消失不见了，现存的只剩下几处了。如果我们沿着台阶一路往山上走，还能找到很多佛像，这是这片千年佛教圣地留下的遗产。我查资料的时候，听说飞来峰的佛教造像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带有异国元素的，但我现场看到的佛像基本上都是典型的中原佛教造像，一般都是罗发圆脸，姿态祥和，没看到犍陀罗的运动式佛像，也没看到西夏的深眉目佛像。其实制作神佛雕像的匠人也不一定就见过神佛是什么样的，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打造，所以各地佛像的原型一般都是彼时彼刻的富贵之人。天竺的佛像就很像天竺的贵族，犍陀罗的佛像脸会很像中亚贵族，但衣服和动作有时候就很像希腊雕塑，因为他们被希腊征服过，多少会保留一些希腊艺术元素。而中原的佛像就很像世家贵胄的子弟，在古代没那么多讲究，无论原型人物是否在世，雕像立了也就立了。如果放在互联网时代，如果以活人为原型建造出神佛雕像，说不定会有一些麻烦。万一人家这位贵人说，我在大唐是大唐的人，在天竺是天竺的人，不信仰我的人是他们的损失，这种话要是在老百姓这边传开，你说是继续供奉他们的雕像好呢，还是把雕像抬到岳飞墓搁在秦桧雕像旁边去呢？无论怎么做都不免尴尬，倒不如在盲信一切事物之前先有所保留，这样反而会好一些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